JK 圈里啊，流传着空气裙的说法，就是付了钱以后需要等大几个月裙子才能够到手，因此抱怨买了个空气。其实这和国内 JK 制服的制作工期有关，一份画稿需要把它做成裙子，首先需要打样布，制作一次样布至少需要7天左右的工期，如果做出来的颜色不符合商家的预期，就要再花7天打第二块样布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花费1个月左右。其次是大货的布料，这个工期在25天左右，最后还需要20到25天来把布料做成裙子，整个流程下来顺利的话也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而很多人从意向金就开始付了款的，在制裙期间，很多店主会就颜色、用线等方面询问买家的建议，可以说一条原创的 JK 裙的诞生凝聚了画手、店主以及买家的共同努力。